提到国民老公王思聪，近日身旁又出现了一位新女友，名字叫陈雅婷。这位小姐姐是一个演员，模样和身材都是好到爆，最重要的是不再是网红脸。前段时间，有网友在迪士尼偶遇王思聪和新女友一起情侣装出去密游，王思聪简直是男友力爆棚，搂着女友不肯松手，两个人撑着一把粉红色的伞，看起来非常甜蜜。没想到近日有网友曝出了王思聪的一组近照，简直是大跌眼镜。王思聪不知道和谁发飙了，指着对面的一个人怒气冲天，并指指点点。当时周围还有不少围观的人在场，但是看到王思聪这个模样，没人敢上去劝阻，也没有人说话。稍微平静一下之后，似乎在解决问题，看背影王思聪都是怒气满满。看来王思聪不光是娱乐圈的纪检委，不管对方是何角色都敢开撕，私下里的他也是牛气冲天，搞得现场一片混乱，引得不少网友调侃，不愧是霸道总裁的儿子。似乎是吵累了，王思聪在发飙过后独自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休息，手中还拿着一把卡通的扇子，也没人敢跟他坐一块。